天呢？昨天他那出去暴晒了，昨天可真是晒娃了，出去晒一天，你妈把带着晒娃去了。没事，湖边那太阳也可强烈了，是吧？还行。嗯，完下午那个美食节，我记得哪年美食节都是到那块就，可能是也是烤东西的，就觉得热气才大点。嗯、哎，让，我没去，往年我去过。让我给儿子穿个鞋。可热了。儿子穿个鞋。晒晒太阳来，看花花，这花花多好看啊！儿子。花花是不是得浇水了？没浇水呢，花花没浇水呢，这后边雨水桶也没有了，雨水桶没了。哎呀，真厉害！哎呀，现在半小时往上走了，哎、之前还跪着，哎、这两天就是变化大。嗯，快走吧，热，这高兴的。哎呀，哎，就搁这树荫底下玩玩的，不晒的。啊，爸爸，爸爸，走啊，爸爸。哎呀，一个手都行了。好了，来了，奶奶走了啊。跟奶奶说拜拜。奶奶再见，来。奶奶说拜拜。奶奶再见，再见。奶奶说拜拜。再见，来。拜拜。啊，爸爸。拜拜。哎呀，大姚跟他爸妈出去溜达了，我上后母地炮来溜达溜达。这是猴哥最喜欢的地方，我也喜欢。喜欢来逛这花。别的地方花都撤了，这块还开了，啊，这还在摆着呢，还挺新鲜的。其他店铺的那都有些是不行了，那卖出哪块的，都已经是破花了，打折卖了，沃尔玛。你这块是还都挺好的。哎呀，看那花养眼呐，心情好啊。这也打折了，哎，紫白首原来27.98，现在19.8。这个旗件儿现在498，原价900块钱，原价1000。接到电话，小德清回来了。德清阿姨给你录录像，咋样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瘦着呀，瘦着呀，真瘦了！哎呦我的妈，你这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不吃了呀？没有，我吃。我说，哎，我妈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讲，进屋，进屋，看看谁来了。有人在那块儿。Hello。哎呦我天！你看看最近有啥变化没有？漂亮了呗。瘦了，是瘦了，瘦多了，瘦了。两个走呢，我这鞋不好看吗？哎、哦，你鞋不好看，俺小最近鞋好看。特意照了一下鞋，忙了一天，这门口非常 busy， 什么蜗牛啊什么的。哎，这小虫我还真没看着过，我也不注意这虫。生态好。对呀，而且他们、哎、我跟你说。怕虫进屋，这虫才不先进屋，人外头过得挺好，进屋干自由。对呀、啊，外头有花有草的，一天呼吸点自然空气，有阳光，进屋干嘛？人家不吃你不喝你，真挺爽的在这儿。对，这就想开了。妈，那花是怎么？我想过两天它就败了，我先给它种土里，明年就能行。行，就挖个空眼就给塞。你爸给你留的啊？留个工具。那天来把树还给我修了，哦、还给我换了张衣裳啊。你看。粉色，那个不是粉色，那黄色那个可好了。我那天去后面，我就舍不得买呀。然后我爸就给我换了。什么黄绳啊？对，我就不舍得买了、啊，买一个也不好。行，这自个儿有院子，哎呀，我就喜欢搁外头晒被子啥的，晒完了晚上一盖那种阳光的味道。要不我咋愿意搁三亚待着呢？天天晒完那衣服穿身可舒服了，它跟烘干机烘的不一个感觉。到时候我就把这块也可以。你看隔壁外国老头家还晒被子呢，哈。对呀、啊，都晒被子。然后到时候这个窗户，你看昨天还可以给它加大。哦，这地下室的，对对对，给它撑下来，对。对，现在就是有点小，有点。这花咋的？开始买时候就打折了，买。那就我看那红，我寻他们搬新家了，我整两盆红花，结果这几天养这样，养花没养没了。没问题。我回去救一救，看能不能。泽清，俺俩上超市了啊！行，慢走。哎，我报鱼了。今天比较忙，下次的吧。下一次请我们吃那个叫大油轰炸大油鱼。
咱们现在有后院了，自己可以烤鱿鱼了，太爽了。就泽清搁那儿呢，泽清搁那儿呢啊。嗯，大姚睡没睡觉？没有，可高兴了。一会儿我这个木头钉完，那边油给我刷上。哎呦，剩油红油。这是啥？就刷这地方，红油比刷别地方成王高。哎，你就他哪？红油是这别地方可千万别刷上啊！就是这个不刷这儿呗。对，这都不刷，这都不刷。这周边，就刷这周边的红油。我有这红油。那就就是这个白的这个不刷。对，我给剩给其他都刷。我那屋有铅笔，就我这屋就是我那。啊。录个像回来了，拜拜拜拜，看你都说你有福，哎，都说你有福，多好啊！谢谢大家啊！行了，你快回去吃饭吧，送啊，去送你啊，我送你回去，上车你再回来。哦，行，没问题，我自己没问题，啊、正好。这说的不是英语吧？法语，我就听不懂。我说可能不是英语。完了，噔一响，对，把卡绑到那个手机里边了，然后一贴就 OK 了。哦，搞手机一贴就行了，就 Apple Pay， 他们说 Apple Pay 要比那个贴卡要那个叫安全一点，因为贴卡有可能容易被盗刷。哦，他们说 Apple Pay 相当于给他一个虚假的银行卡号，哦，盗不容易被盗刷。我们小佩泽，Hello， 后天就回国了，哎呦，终于回国了。之前都是天天盼的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回国了。好嘞，回来见啊！必须的，回来见，回来接着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像有点像电影里的感觉似的哈。来了车，啊，这是门啊。后天回国了，这刚结课，忙忙活活的又回来看看猴哥我们俩，看看叔叔我俩，可重感情了，这孩子。